呢座咧就叫代天宫高雄，历史唔系好耐啫，1950年起嘅，系最典型嘅闽式建筑。咁咧，佢严格咧就好啲格局好规，好标准啦，所谓啊三村五门，前拜殿，啊正殿、后殿左右护龙等。啊！隔離左右咧有啲名店食嘢啊！話台灣誒咩《蘋果日報》都 recommend 誒都推薦嘅誒，你哋都唔知係善果嘅啫嚇，打個圈就咁啦嚇。啊！人揸私家車嚟啊！我哋都嚟食嘢呢啲車路嚟食嘢嘅。